先天尿井门卷来或下棋或将行参前侠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礼天之敬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衣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衣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石洲际东海有山名杜索山上有大桃树蟠区三千里曰蟠母武帝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以仙桃四颗与帝帝时折收七颗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中下帝国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欲善宝境境而因通万化万类恩缘理天是日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相遇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交会地处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前一元十二会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一万零八百年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六千年北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卯北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庚佛七千零八十年即一万零八百年辰会西北方空古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一万零八百年四会东北方一天佛五千八百年伏羲是代理佛五百年即六千三百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红阳旗掌天盘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使完全子会开天一万零八百年天成就丑会玉帝一万零八百年地完全至位会数景至是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亥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盘布置星斗浊气降名为地湖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只因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君
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替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寅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别相交替，阴阳因均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即动黄即坤乾，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定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法万物图。Ebola / LCC / LCC - 2 / 意图象极，生化五万点。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北东土里无人烟，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背，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堪苦世界。